成侯四弟左右，出六郡四等来迎，奉道父大人御帖，并各信件，得悉一切，帝在各乡看毕月操，日内之已归家，家中无人，田园荒芜，堂上定省多阙，帝以后总不宜常常出门。至主至主，罗家因事暂可缓意，近日人家一人宦徒，即习于骄奢，吾身以以为戒。三女许字，意欲择一简朴讲读之家，不必定富士名门也。杨子春之弟，四人捐官者，吾于二月念一日具奏，文部中以一谁，不照盖交南府。子春曾有寒季雪勤，似以领到执照者，请查明在行不闻。常夫在大营，不善抬轿，于每月出门，不过在五六次，每出则摇摆站立，不合脚步。资锦流留一壶二圣四级新道之郡四生六在此，于俱遣之归籍，以后即故江西本地教夫，家中不必天派也。此问君务，建昌府之敏兵，左右拜错，而元州克复，大局已转，尽可放心。十月内想象亦略宽裕矣。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七日。